衣服穿起来有点小，表示我变壮了。被父母敬足，表示还有人关心我。哎，阿郎，你怎么还没有到啊？哎呦，我数学考太差，被禁足了啦。得整理房间，表示我有地方可以住。朋友唱歌很难听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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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示我的听觉正常。夜幕低垂，全身肌肉酸痛。表示我有能力辛勤工作。妈，房间都整理完了。一大早被闹钟叫醒，表示我还活着。啊！最后有一堆 email 等着回复，表示还有朋友想着我，时时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